Hello，又要吃中午啦。然后今天进度这样子啦，快好了，正收尾的阶段而已啊。金炉、金抓炉，里面都是钢板的哦。来，这样中午，哎，今天一样是买奇异的。嗯，明后天休息。啊，明天后天休息。我刚才一头都有讲，我未记咧。我不休困了，今天休困了。刚我看头给你打单啊。我讲明后天休息了，明天吃不到了，明天要想办法吃别间了。那、没关系啊，炸茶店的那个。嗯，炸茶店那一间哦。饼难一点就这样子而已啊，明后天休息啊。它是款式比较多了，比较吃不腻啊，很多菜啊，主菜一大堆，也不是每天都只有这个样子。今天也是这样的，不错，高丽菜哦，这些，嗯，对呀、啊，第一次打个，来，金厨房比较多呢。啊？那金，我拍一下照，我拍一张照了。等一下，我转过来，那厨房那个，厨房比较多。嗯。今天我早就有的研究，它是用地瓜粉了，感觉还是用地瓜粉，地瓜粉，哎、嗯，地瓜粉，因为不是用面包粉。不是用面包粉，我先吃一下猪排。那猪排是蛮薄的，可是都是新鲜的。那每天都有新鲜的猪，那根本不需要冷冻啊，哦。嗯。根本不需要冷冻，哎呀，很有感。那菜又这样子，蛮薄的，可是这样子人当主食还不错，对吧？嗯，甜甜的感觉。对啊，每天要分享今天的菜怎么样？明天要换别的。要做酱油膏跟胡椒盐呢。嗯。你要加跟老板讲哦。哦。他做汤很好喝。这个用海带的。嗯 ，OK， 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拜拜。